几天前悠游卡推出 Kiki 达摩造型卡之后 iCash 也不落人后，推出三款三丽鸥绒毛玩偶版 iCash 2.0 卡。在 Hello Kitty 45周年送给三丽鸥粉丝们一个大惊喜 Tilda 此外还加码卡纳赫拉的小动物 Pichu 皮哥卡。实在是太可爱。快看这只 Hello Kitty。是不是超勾坠的呢？这可不是一般的绒毛玩偶，而是可以拿来币卡的 iCash 2.0 啊。Hello Kitty 版 iCash 卡全台只限量8000张。慢来可就抢不到咯。除了 Hello Kitty 外，还有美乐蒂跟大耳狗的限量6000张，几乎等于一间门市只有一组。目前这三款都已经上市了，粉丝快点手刀冲小七咯。Tilda 除了三丽鸥绒毛玩偶造型卡外，这次也推出超人气贴图卡纳赫拉的小动物 Pichu 造型皮革卡，但萌又超有质感的 Pichu 也是必收一波。另外还有好想吐跟帆布包名店广富号合作的想吐国民小学迷你书包款，里面还有一本超闹的儿歌300首，粉丝们绝不能错过。 Tilda 这几款 iCash 卡实在太可爱，拿来币卡绝对可以一整天心情超愉悦，又能引来路人羡慕的眼光啊。 Tilda